风带着夕阳的宣言走了，远处有悲壮的家声，夜的黑幕沉重的将落尾落。不知道什么地方去过一次的风忽然又回来了，不单是风声，有雷，风夹着雷声，海又动荡，在夜的海上大风雨来了。这次你的任务就是救人。刘黑仔，万一出事了，短江队就没有了。等胜利才回来，回来收尸。加入短枪队，你就没有想过活着出来？这里的很多事情，你永远不会明白的。